别生气了，我们还是来聊一聊昨天晚上的事。你认为他那个时候是清醒吗？清醒。之后呢？水到渠成。从头到尾，他没有通过语言或者是行为表示过拒绝吗？当然没有啊！我对任何女人都很温柔。你想骂就骂我吧。我有资格打你骂你吗？心路还没动手吗？ 于公于私，我都给你添补了。于公，我是集团的副总裁，危机公关是我分内的事儿。于私嘛，缠你的女人可多了去了。除了心路，我只给你一个人道歉。妈，别生气了，无言很多，你是知己。